近日，甘肃小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在辉县风雅子区域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羚牛大规模集群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秦岭羚牛悠闲地在草地间觅食散步。秦岭羚牛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是大型牛科食草动物。甘肃小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羚牛秦岭亚种在甘肃省内的最大分布区。此次拍摄到的种群数量突破100头，刷新了小陇山保护区历史监测拍摄种群数量的最高纪录。